疼点，稍微有点不舒服啊，稍微有点不舒服。我看到那个，有人在打鼾呢，啊，打那个叫那个捉地鸡似的啊，这个是我看到马斯克现在在规划，在做梦啊，他在规划，准备要在那火星上要建一片房子。啊，他的正在规划啊，准备在那个火星上建一个房子，建房子的时候首先要打仗，啊，正在画图纸啊，画图纸，那个材料，怎么运过去啊？然后怎么拼装起来？好像对他来说，现在那个飞行技术没问题了啊，飞行技术没问题了啊，飞行技术没问题了。然后呢，他用机器人啊，机器人，然后，嘣，发射出去了。这个发射出去的野马啊，趴到他那个飞行器的舱口，看看里面没人啊，看看没人就没敲击他，没敲击到。然后接着运输的那个材料又过去了啊，野马又看了一下，哎，里面没人了，也没敲，哎，因为野马的职责是防止地球人飞上地球，但是你那个材料他好像也没太管他，哎，等第三次再出去，野马一看没人的时候，他想，这干什么呢？是不是搞什么空城计啊？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来有个故事，比较类似的故事啊，有个边境上面啊。有个边境上面海关上有个人呢，每天看到有个人呢，早上推了一辆新的自行车，然后上面就放了一些稻草，然后就是运了稻草就过来了啊，然后这些又看到每天就运了个稻草，运那个稻草，那个自行车是新的，那个人每天看到，但是又查不到他走私什么东西的。走私什么东西就找不到那个，走私什么东西找不到证据来。后来呢，这个人终于退休了，退休了以后呢，对那个人说："哎呀，他说我每天看到你，早上进来的时候就推了一辆自行车，上面装了稻草，我就怀疑你应该在走私什么东西，但我找不到证据你在走私什么。"那人回答了什么？我每天走私一辆自行车进来，但是这个人就没想到他的推的自行车实际上他走私自行车。他那盯着他上面脏的东西稻草上，现在阎王也有点感觉，那个人到底在干什么？到底在干什么呢？你第三个，飞船，过去了没有发现什么东西，然后第四个飞船过去了，叭一下子被阎王抓住了啊，抓住了拽回来了，拽回来崩掉地上了，这个时候，这个时候，野蛮看看了，这掉地上也没发现什么东西。第五个再飞出去，他不管了啊，暂时不管了。好像你我管一下子吧，你那个飞行器掉了，我不管吧，我也不知道里面什么东西。但是他凭着他感觉没，脏了，还是那些个材，那些材料，他还不知道他干什么啊。就像那个人呢，每天早上来一个自行车，每天来一个自行车，他就不管了。等退休了的时候再问他，然后材料就送过去了啊，送好多材料送到火星上面，火星呢？他不是我上次我邀请他到地球上来见到嘛？啊，他想反正你也到，我也到你地球上来见到你，你到我星球上来搞点什么事情，我也不管你啊。然后源源不断的就，材料送过去，源源不断送过去。然后突然就发现了天上有那个影子过来了，嘎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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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的是个，嘎嘎嘎过来的是个人，有的人想到要移民到那个火星上去什么之类的，这个是个，马斯克很高兴地告诉大家啊，告诉大家，我印了很多那个建筑材料在那边，足够你们在那边生活的。他考虑的是建筑啊，没考虑空气、水和温度啊。当然也好啊，有了这个的话，人家就会有一批精英了啊，有一批富豪，有一批很自信的人了啊，就会离开地球啊，这样我们地球就太平了啊。好，再见啊，再见，再见。